在这一边，他说坝山这个点是 image of 那个坝景气这个点，under the refraction 就是反射照镜子 at the line y 等于 h。我们在这边照镜子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我的这个山跟景气之间呢，它这一边相差十个，OK，山跟景气三个、七个、十个，这样它的一半呢是在这边五个。所以它静止呢，它其实应该是在这一边，这个是它的静止，就是说它在这一边，这个是它的静止，所以它静止是在这一边，然后所以我们的这一边这样它是反射，它照了那个静止，所以这一个的距离等于这个的距离，OK，你看这边一二三四五五个，一二三四五五个，一二三四五五个，上面五个，下面五个，所以它垂直。然后上下的那一个距离是一样，然后他说他的静止是 y 等于 h 这一边呢，我们要知道这一个是我的 x 轴，这一个是我的 y 轴，然后如果我们有直线跟横线，我要找它 equation 的时候，我这边有 x，这边是 y，这边是气的时候，这个是 x 气，所以这条是 x 等于气，然后如果我在这一边呢，我有这一个 x y，这个是五的话，这个像 y 五，这个是 y 等于五。所以我这一个其实是减二，y 减二，所以这一条 equation 是 y 等于减二，所以这个答案是 b，y 等于减二，这一个就是它的反射的轴。